我讲到现在才有水喝的。谢谢，我看他明天一定不来了，我操！这瓶水我还是不喝好，我们万一下毒怎么办？哎，好不好？弟兄们，我的兄弟超过1000个，到处有家。我在 Orlando 有，我不住在吴英强家，就住那个蒋明峰弟兄家，对不对？上次住他家，他家比你家大，他家有5根香蕉，你只有3根。我在西班牙最美丽的海岸旁边那个餐厅吃饭，那个弟兄是开餐厅的，他叫去帮我挖鲍鱼给我吃，感谢上帝。所以100个哥哥，100个姐姐，100个爸爸。我最近还去看一对夫妇，我们的长辈，要不听？先生103，太太98，两个人每人玩一台电脑会吵架。没有信耶稣有谁的保护？信耶稣除了人的保护还有谁的保护？我骑摩托车到现在前后40年，我到现在还在台北市，每个月500公里，头发都不会乱，几乎没有出过车祸，因为出前一定祷告，主啊保守我一路平安，听懂吗？加上绿灯，有没有听懂？千万不能碰到红灯，万一碰到红灯没有警察，万一有警察刚好是基督徒。上帝的供应到我现在一无所缺，我就照着上帝的话，每个月把1/10怎么样？我从大学开始到现在，现在早就过超过1/10了，我一无所缺，我衣服穿不完。我最近看个老太太，要不要听？我对老太太特别有智慧，要不要听？第一个，我一定跟她说你很像我妹妹，这没我没什么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嘛？这像也是绝相对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这个老太太96岁，躺在病床上，我跑到她额头上，亲她一下。我说：“是不是很多年没有男人亲你了？”啊，真的吗？听懂没有？我第二个问题，有没有触电的感觉？要不要听？以后她病好了回家，我就去看她。出来的时候，她儿子说：“谢谢你来看我妈妈。”要不要听？给我一个包包，打开来看，不要吓住了，要不要听？5套阿玛尼，这是男人最好的西装，而且他儿子的身材跟我完全一样，一点不差，完全不要改。我常常为他祷告，求主让他发胖。听懂没有？发胖的就给我，那么上帝的供应，上帝的安慰，上帝引导，各位好不好？这是今生马上可以得的。到现在我哥哥不肯用智慧型手机，真奇怪。有一天我到洛杉矶，他们找餐厅，找到后来迷路，我拿出我的手机来，把餐厅地址一按进去，啪，中文出来，前面500公尺右转。他们还在看地图，地图跟 GPS 你要哪一个？回答我，对呀，要不然明天会更好？要的人请举手，不要的现在赶出去。第二，刚才说了，天国是现在还是将来？啊？请问哦，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这样的，我知道在 Costco 有，那有一些食物可不可以试吃一口的？有吧？有。内地呢？有没有？我们在台湾有个叫迪化街，过年的时候一条街就是物，你肚子饿，你根本不要买东西，你就吃一桌就饱了。衣服有没有试穿？有啊，有。我们在台湾，你只有现场穿就还给他。美国呢？哦，我知道很多美国的中国女人呢、啊，参加那个盛宴没有衣服穿，就买一套，然后那个标签不要剪，发票不要丢，2个礼拜就还给他。这是中国人的智慧，对吗？吃的可以试穿，请问你穿的可以试穿试吃，开车子有没有试坐？你要买车可以试坐啊，有吧？房子有没有试住？有，台湾一个叫林口养生村，你如果想回来住，你可以先住2天，
天国可以试吃试尝试住。我大胆的跟你说，要听吗？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活的。礼物有没有活的？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你们这群人。哦，我们九点半结束，点心收起来，明天换别人来吃，听的跟吃的分开。礼物有没有活的？没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小的时候我们有人送我们活鸡啊，有没有？1970年10月24号下午3点，我的岳父把一个活的女人带到我面前呢。听懂了没有？就是我们老虎。我的孙子，我每年来两次啊，3月跟9月。今年3月间，我孙子啊，我现在孙子小学3年级，所以我家里有小三。三年级不是小三吗？而且我太太很喜欢这个小三，他们很融洽。我的孙子跟我儿子讲：“爸爸，我要买一条小蟒蛇做宠物。”因为我们广东人喜欢吃蛇。我儿子说：“不行啊，奶奶怕蛇 ，We are family， 对吗？对吗？”我孙子说：“那等奶奶死了以后，我们来养。”信耶稣好不好？你信信看嘛，他是活的。半年以前，我在台湾在睡觉，老白听，突然一个同学打电话来，小学同学，樊达岭，我现在开始讲四川话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听不懂我就翻译，这叫说方言跟翻方言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睡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来三军总院安宁病房为我的朋友做祷告？要不要翻？哇，你们都会听得懂啊！哥，哦，你很厉害啊！啊，你可不可以来三军总院安宁病房为我做个朋友做个祷告？你猜我说 yes or no？No。他说为什么？电话祷告不如现场祷告。听懂吗？因为电话，台湾的中华电信没有个服务，就可以把油带过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做长老要人抹油祷告。啊，他说：“那你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现在马上骑摩托车过来为他祷告。”到了半路又打个电话来了，要不要听？我是在内湖园区，我不在汀州园区，因为三总有两个园区。我说：“笨蛋，只有内湖才有安宁病房。”汀州只有太平间，听懂了没有吗？听懂吗？二话去了，我就为这个姓林的肺腺癌末期，不是基督徒。我说林先生啊，你生病，希望不希望得医治？你猜他说什么？不希望。不希望。这个一定林牧师带来的。奸细，他还来闹场的，因为他只是我刚才说他背圣经少了一个字，这么容易就恼羞。我说你希望不希望得医治？他说希望。我说医生现在对你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介绍你另外一个生谁？我就带了3张的诊断证明，因为我刚才讲另外一个，我3次病都会死，都没死，其中有个叫红皮症，你听都没听过。台湾得这个病的只有6个，我是稀有动物，现在濒临绝种，列入保护。我给他看，我说耶稣可以医治我，那请问你，耶稣可不可以医治你？大家说，可是要医生医治，有没有条件？相信医生。医生说嘴巴打开，你说呸，对不对？那医生说口臭，那就解决了。对吗？我说你要医生医治你，你要相信医生，你要耶稣医治你呢？
我就请他打开心门，承认他的罪，这叫悔改。请耶稣住在他的，注意听下面的话。我说你给他一个月，你有任何的不舒服向他，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从今天开始买一本圣经，他怎么说呢？你就怎么做。我说你给他一个月，看他有没有活在你的心里，如果没有，你可以退票。我这个人很大胆啊，要不要听？一个礼拜以后，我的朋友打来了，要不要听？我的朋友说他有感觉了，他有 feel 了。我们的神是活的，只怕你不信，你信了就知道他有没有活在你的心里。所以大胆地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没有一个宗教会带给你生命。你说你怎么敢讲？我在台湾代表就是要跟佛教、道教、喇嘛教一贯道对谈，我们光头对光头，真的。我还碰到个和尚，我跟和尚说你的光头是假的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是用刮的，我是自然的。丢不丢啊？丢不丢啊？我还跟那个和尚说，那个和尚很有名的新道法师啊，我说 Natural is beauty。 没有一个宗教告诉你他的教主活在他心，活在他的心里，绝对没有。五十年来我没碰过。我们去跟别人讲耶稣活在他心里，他是活的，你试试看，给他一个月，不好你来退票。感谢上帝，我们的神是活的。我们有了现在的天国还不够，我们还有什么的天国？请问将来有没有秃头的？没有啦。天国有没有吃的？我恨不得用一天来讲这个，我最近研究得很透彻，因为我可能会上去了。天国有没有吃的？没有。在天国里进食祷告，而且从永远到永远，老子不上去了。天国有没有吃的？回答我，至少三种食物。第一，羔羊的婚宴；第二，我们如果在地上请那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残废的，那么将来这些人在天国里请我们吃饭。所以我现在每个月找几个低收入的请他们吃。第三，我们如果在教会中很忠心的服侍，将来耶稣在天国里自己下厨，这个叫尾牙。我研究，因为我广东人，我们广东人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我们都吃的。天上有没有穿的？天上有没有穿的？大家都裸奔呐、啊，坦诚相见呐、啊。天上有没有穿的？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我用现代的话说，比香奈儿、Burberry 更好。要不要听？天国有没有钱用？有，是美金还是欧元？有没有？这个人马上变口了，说没有。哎，男人变很奇怪啊。天国有没有钱用？我最近看一篇文章，天国用不到钱。错，天国用不完的钱。路加福音14章，天国有衰老吗？没有。有疾病吗？没有。有疼痛吗？请注意听下面的话，将来在天国的女人每一个都比林志玲更漂亮，因为林志玲也是上帝被造的，那个受过罪恶污染的被造。要不要听？天国有没有俊男？有，每一个都比金城武更英俊。天国有没有水喝？有，生命河的水。天国有没有水果？每个月有新的果子。天国有没有动物？啊，山羊羔跟熊同居，狮子跟婴儿同住，狮子不再吃肉，变成和尚。
我不知道多美，但是我知道多美。要不要听？保罗去了一趟回来说好的无比。请问我们当中今天晚上讲到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那你们要回应我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世界你觉得最美丽的地方，请你举手告诉我们。大家每个人不一样啊，有没有人去过你觉得最美丽的地方？没有关系嘛。哎，刚才这些人被我吓住不讲话了，你不准讲话，其他的可以讲。哎，有没有啊？啊，什么地方？你们举手。大雾山。啊？大雾山。什么山 ？Smoky Mountain。Smoky Mountain 在哪里？哦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在田纳西。哦，田纳西。OK， 那个小 case 我没去过。Smoky Mountain。OK， 我下次去。还有没有？啊？阿拉斯加就有鲑鱼好看嘛，北极熊。OK， 这也没什么水准。OK。哎，杭州去过没有？哦，很好。还有没有？哎，杭州怎么样？嗯，没。上有天堂。桂林怎么样？桂林山水。你们自去过这些地方啊？还有没有？哎，今天晚上快乐一点嘛。哎，听我讲到不是忍受吧？啊，黄山，我妈妈说很好，我没去过。还有没有？啊，九寨沟。好，有没有人去过直布罗陀海峡？西班牙直布罗陀漂亮。有没有去过威尼斯？漂亮。有没有去过？哎呀，太多地方了。罗马。要不要听？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都不如新天新地，我保证。有一天我在罗马问一个同样的问题，你们觉得全世界什么地方最好？人讲有一个长老太厉害了，要不要听？他太太坐旁边，什么地方有我的太太，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。天哪，太超过了！现在我每次看到我太太坐下面，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就是金马。上帝愿意所有的人进到天堂。最后我讲个比喻就结束。我的儿子把这个 iPhone 送给了我的时候，请问你，我要做个什么动作，他才变成这个，才变成我的？接受。有了接受才有享受，有享受一定有接受，有接受不一定有享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听不懂我这刚刚在讲什么。哦，有接受才有享受，有享受一定有接受，有享受一定有接受，有接受不一定有享受。我都搞不清楚我在讲什么。有没有可能接受没有享受？举例。傻眼了哈，要不要听？我就好几次，每一次我回美国，对不起，我回台湾，有一次回台湾，飞机场有没有那种午夜的班机？有。哦，常常搞错，有没有？我儿子送我们到安检门，偷偷摸摸拿个大红包，爸爸祝你新年快乐。我一看，我太太没看到，爽，放在口袋带回台湾，好爽啊！这叫什么钱？而且我儿子已经十分的奉献了，不用再扣税了。有没有听懂？听懂没有？回到我台湾，我才说拿出来。请问我接受了没？接受。享受了没？我只能拿那个红包袋说：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有一个好朋友，要不要听？到我家来送我个礼物，范哥送你。我他走了，我一打开看，吹风机。我到现在还没享受。很多的基督徒有没有接受？没有享受。我看了教会太多人，对不起啊，我除了南美洲的教会都，我大概都跑了，便宜没有好货。很多人信了，没有享受。请问，我除了要把这个手机拿出来以外，我还要做什么动作，才让这个手机的功能一直发挥到最大？有两个动作一直做的。
充电，充电就是祷告，没有祷告你没有。我每天跟上帝充电，你猜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？乱讲，刷牙。我怎么会碰到这种姐妹？她早上起来不刷牙就祷告。开玩笑，没关系啊。如果正常情形，每一天2小时，我需要充电，我特别需要充电。我每一天提名为100多个人祷告。第二，我要发挥这个 iPhone 最大的功能，我还要做第二个什么事？拿那个手册，它的说明书来看，这就是我的圣经。请记得，神比你聪明。我们刚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你就照着做，你的婚姻照圣经的话做，你的婚姻一定美满。你要希望你的儿子成功吗？希望不希望？用圣经教养儿童，到老也不偏离。这两天我跟我孙子说，也要到 Orlando 来讲道，他说爷，我们至少在天堂可以见。天哪，这个大嘴巴，我还不想跟你再见呢。有没有道理？小学3年级啊，那天我跟他一起玩，爷爷你有上帝的智慧，哇塞，真有眼光啊。你想上帝赐福你的事业吗？这里有。你希望长寿吗？这里有。从小算命的说我活不过65岁，我到现在73还在活。你们觉得我气色怎么样？回光返照。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快乐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喝酒喝到我初中开始 Brandy Whiskey 放床底下喝起来，醒来就喝一口。打篮球要不要听？打到台北41名，够了吧？那时候没有林来疯，就有范来疯。1950年代，如果你从台湾来，你晓得台湾只有一种车，美国车，没有欧洲车、日本车。我就在台北市开 Cadillac 的车子，如何？因为当时的参谋总长的儿子叫李玉玺，李玉玺的儿子叫李昌义，跟我好朋友，我们一起开车，我们在圆山饭店吃饭、喝酒、打麻将、跳舞，全部来过，不快乐。信耶稣，有天上来的喜乐。头发多很快乐，头发少呢？更快乐。更快乐。主持电视的人问我范长老，秃头有什么好处？省水、省电、省时间、省钱、省洗发精。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。人家开汽车，我开摩托车，碰到塞车的路段，我就对他说：“See you tomorrow。人家吃一个套餐5000块，我吃个便当60块，我跟他说我们两个的副产品都一样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郭台铭穿阿玛尼，我也穿阿玛尼，又怎么样？我多到个程度做睡衣来穿，我也不敢穿到教会，人家会软弱，所以我半夜起来穿了，然后又挂起来。我很有钱，要不要听？要。我钱不多，但是我富足。这是上帝给的，这是好消息，明天会更好。要不要？很诚实的问，希望不希望明天会更好？希望的请举手，我为你祝福祷告。请大家闭起眼睛来，我为你们祝福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来，你的儿子来传天国的福音。天国是现在，天国也是将来，福音就是明天会更好。今天晚上我靠着你的恩典把福音介绍给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，求主赐福刚才举手的每一位，离开这里回去的时候，除了你的爱有，除了人的爱有你的爱，除了人的智慧有你的智慧，除了人的帮助有你的帮助，除了人的医治加上你的医治，除了你的眼光，你他们的眼光加上你的眼光，除了你的能力，他的能力加上你的能力，除了人的祝福加上你的赐福。主啊，让今天晚上离开这里的每一位都接受享受你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恩典。
为他们祝福祷告，愿主赐福。现在我要求刚才举手的跟我一起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我说一句，请你们说一句：亲爱的耶稣，你才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而且是活的礼物。谢谢你为我们降生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。今天晚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请你住在我们的心里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从今天开始，把你的生命、爱、喜乐、能力、智慧、帮助、安慰、引导、供应都赐给我们，过一个明天会更好的生活。我这样诚心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。阿们。你们都知道讲员有一个习惯，要不要听？就今天是最差的，明天会比较好一点，明天晚上又比明天早上好一点，那后天是最好的，明天不来的秃头。